好，我们一起观修一下，四无量心的慈无量心慈无量心，爱护众生，给予他们幸福安乐，不令他们堕于忧悲苦恼，尝试以修善和解脱之道。增长他们的福慧，不使再种苦因，平等看待一切友情，犹如自己的亲子，呵护无微不至，无有穷尽。慈无量心。
平等看待一切有情。犹如自己的亲子，呵护无微不至，无有穷尽，愿诸众生永具安乐及安乐因。再一次的观想，愿诸众生永具安乐及安乐因。我们的心中可以去观想啊，所有的众生都能够在轮回当中不再受苦啊，乃至解脱轮回。往生净土，这是永居安乐。安乐因呢，我们可以观想，观想很多的众生行持善法，修学出离心，修学解脱道，乃至发菩提心，他们都在去为自己种善因、安乐因。好，我们再一次的观想，愿诸众生永具安乐及安乐因。在这一种慈无量心的境界中安住一会儿。